彰龙国小陆轩怡，第八名，台中市北屯区体育委员会郭慧妍。来，邀请我们刚刚的颁奖老师，再请你们上来，再为我们的选手颁奖。是金老师、董连志老师、叶佩老师、王杰老师、郑嘉宇老师、李婉婷老师、陈湘琴老师、何佩君老师。好的，选手李真、静玲。